天上画的是什么？这个没，原来画的没画完，病了。嗯。今年接了，基本上画完，画了一个兜兰。兜兰啊。原来是油画，后来今年又没有油画，用笔吸把它画完。哇，它又好有那种诱惑的生命力啊，那种。哇，你也是。我们追求的就是要画它的生命力，但是画不出来。哇，已经是很。它不是画的像不像问题，就是它就是。比如你画那个，你觉得它生命力最难表现在哪里啊？你觉得没画出来的话？它每一种物种，它出发点都一样，它是为了生存，开花就是，植物演化出来的。吸引昆虫的器官，要昆虫来跟你传粉，越奇怪越奇妙越好，它不是给人看的，是给昆虫看的。所以昆虫也寻找各种新奇的感觉。对啊，昆虫有时候是，一个是实惠啊，有花粉啊，有花蜜啊，一个是被它骗啊，它会骗昆虫的，它最终是为了渴求能够一代代延续，要传宗接代。那哪种植物那要您看花智商最高，你觉得啊，智商最高哪种？哇，都高，都比我高啊，没有蠢的，都比我聪明。我们有时候采标本，哎呀，这个花为什么老是马上开，搞不清楚，开了又合起来，合起来第二天又开，雄蕊找不着，我们花要花全了嘛，你表现它的形态特征，那么找不着了，原来还没开的那个香味儿，所有蜜蜂傍晚本来不出来，就出来就把它的雄蕊全部弄掉。我要画的话，我们科学家说你这个没有雄蕊，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啊，所以就要想办法观察了两个礼拜，为什么？问题是为什么？他就是第一天开花就是要把雄蕊弄掉，他就聪明，他为什么第一天开他的雌蕊他的柱头不张开，第二天开他已经没有雄蕊了，别的花有雄蕊，那蜜蜂采了别的花的花粉再过来给他授粉，避免近亲繁殖，近亲繁殖要退化嘛，而植物他有这个意识，这样它的种子更健康更饱满。那你说为什么花对人这么重要呢？你想我们花了这么多精神了，人他就自作多情。但后来人他为了他喜欢花，他开始培育花，他是从花那儿得到爱和美的启示，他把人文的这种全投射到这个花上面，寄托在花里边，是啊，就成了花文化。他说牡丹的拥拥华贵啊，梅花一树独先天下春，兰花不因无人而自芳，对，他就每个把他人格化了，他都像我们的镜子，每个像我们很多镜子，对他寄托了一种抑郁，所以人，这是。对，你怎么来了？曾老师前段时间刚做了一手术，然后我就有点着急。没事。看曾老师现在还是很精神，特别精神。精神状态倒还好。恢复好快，非常好啊！对，你们认识吗？第一次见。哎呀，他是我们后起之秀。知道，谢谢。出了邮册，我在那个杂志上怎么都看了。当然觉得咋样？我有点忐忑。那个不细，我瞧瞧，一共六枚吧。对，一共六枚。啊，后面还有白竹、连翘和红花。有点光，有点投影，可以啊。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环境的处理有点单调。我跟你提过，像这个连翘，对，你都是直直的几根，那种是小苗，有个疏密关系啊，有国画的那种穿插，主体越清楚越准确越好，这跟主流美术不一样，我们要有
植物学的观念、生态学的观念。嗯嗯。但是背景的处理还是要多种艺术形式。嗯嗯。该实的实，该虚的虚。嗯嗯。用虚，用观念来衬托它。嗯嗯。观念的应用，你是标准的植物画。嗯嗯嗯。观念不敢用。嗯，是的。有时候确实是不敢画，就是不敢，像曾老师这样加那种强光。放开啊！嗯，要放开啊！你有那么好的条件，你跑野外比我跑得多，大量的照照片啊，对，碰到好的题材，拿上个三个月、五个月的，嗯，干两个代表性，嗯，好画不准卖，一张都不准卖。哦，好的，好，完成任务的话可以卖。好。好画一张不怎么样，嗯嗯，一个画家你手上没有百十幅像样的画，那不行的。对，从博物画来说，你已经具备了系统的植物学，你而且对生态学，嗯嗯，那就够用了。作为画家足够用了，嗯，但是作为植物学家，你也发表过新种了，嗯嗯，兼顾，但是我建议你。我说的话不是我说的啊。嗯嗯。《战国策》里面，宁为鸡，可不为牛后。你那么多科学家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？哎，我也这么想的。他没有吃他们的。哎，什么叫篱瓣花嘞？其实篱瓣花就是它的花瓣是分开。哇，那我们看到都是在一起的。花瓣的基本啊，不是？你看喇叭花，它就不，它不分开吧？啊，喇叭对，喇叭不是分开，对对对对对。嗯，科学杂志是吧？你帮我看看多少年的？啊，是这那年的。哇，这都是哇，很漂亮啊！它这个是、怎么掉的？记忆那些老人们跟我说吧，就是石板花。石板花，石板刻，然后这个图和字是一个是石板的，然后呢，嗯，这个颜色是手工水彩画，哇，这么厉害，人工画，然后它这个封皮是羊皮的，嗯，这是有年份吗？张老师最早到植物所的时候，嗯，就是靠这套书是学习，还是很震撼，我现在都看着就很震撼。哎，这个，哇，嗯，哇，嗯，127页，这一卷，哇。